好，现在参观完肖邦博物馆，那接下来就是要去听肖邦音乐会。我在老城区那边有预定了一张票，大概一个小时，而且票价非常便宜，才10欧而已。现在就前往老城区。这音乐会的地方在一个小巷道里面，离那个早上的许愿钟非常近。这边叫做 Time for Chopin。好，现在就到这个地方。So, of course, it will be the same pianist, Wojciech Pyrcz. Welcome, everybody.现在是中场休息的时间，这个大家好像是去吃点心了。这边其实位置不多，就是大概30到40个观众左右。其实这是一个蛮温馨的地方，它这里就可以看到这钢琴就在这边演奏，大家就在这个很像艺术馆、很像博物馆的地方来听这个演奏。刚刚上半场的最后一首，那一首我练了大概从国三到现在这几年了、大概已经有12年了，那一首我都还没有练完。那一首真的非常好听，肖邦的叙事曲。这个肖邦音乐会非常精彩，12首曲子，大概1个小时又20分钟左右，然后只有10欧而已。来到华山一定要来听肖邦音乐会。反正我决定晚餐也是跟中午吃同一家，只是它的另外一家分店，在这个皇家大道上的分店。好，首先上的是牛肚汤，这波兰特有的牛肚汤。哇，看起来这料非常的多，它应该就是有牛肉跟牛肚都在里面。哇，还有一些红萝卜。哇，这个太好喝了，这个牛肚汤太好喝了，这个波兰人真的会煮汤。中午的酸汤很好喝，这个牛肚汤极品，最高只有10分，这个要给超过。而且重点是它没有很咸，像有一些欧洲人他们汤都非常的咸，所以这一道就是味道刚刚好，它也没有很重的内脏的腥味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波兰的鸡汤现在上来，它一样是用一个杯子装的，只要是点那种少一点料的话，它就是用杯子装，就像中午的甜菜跟汤是一样的。这鸡汤的芹菜味道非常浓郁，马上就可以闻到，就来喝喝看。感觉这鸡汤普普通通，有点偏咸，算是好喝的，是蛮纯的，然后有熬煮那种感觉，但是跟刚刚那个牛肚汤比的话是差蛮多的。然后现在上了另外一道猎人炖肉，猎人炖肉就是以前他们猎人在打猎的时候吃的东西，其实这个就是炖肉再加上酸菜、香肠、蘑菇之类的，现在就来试试看。哇，这个肉质炖得蛮烂的，这个酸菜可能对于亚洲人来讲有点稍微一点点偏酸，但是还是很不错。然后接下来是波兰薯饼，就是波兰煎土豆，它这基本上看起来很简单很基本，就是薯饼没有加任何东西，旁边只有放一个 sour cream。那其实它有另外一个选项，就是配 goulash， 例如说就是加上牛肉或是猪肉之类的。那不过刚刚我已经点了其他的肉，所以只有点薯饼就好。他们给的非常的大方，感觉就像5片麦当劳薯饼一样的分量。非常的酥脆，其实跟麦当劳的薯饼有一点点像，但味道的话它又多了一点焦香味。
好，吃完晚餐，现在准备前往科学文化宫。这边华沙的夜景也非常漂亮，真的跟意大利有一点像。所以不论是白天或是晚上，他们的风格都还蛮像意大利的。他们这个哦，还有马耳他，马耳他的夜景也跟这个非常相似。现在来到华沙中央车站旁边，在这附近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都市。这边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吉隆坡。而在我们去科学文化宫之前，我们要先去一个隔离墙。那其实华沙大家都知道，在二战整个被损毁，而且尤其是犹太人被纳粹迫害，所以这边有非常多什么纪念碑、纪念馆、博物馆都跟这段历史有关。只是因为今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所以我今天基本上除了华沙起义纪念碑，其他地方我都没有去。那因为接下来的3天我要到 Krakow， 波兰的第二大城，那边有更多关于犹太人历史的东西，所以到那边才会更多的去跟大家介绍这一些。哦，这个隔离墙是里面那一座墙，不过现在这边在施工，所以没办法靠近。他觉得当时纳粹德国进来这边的时候，犹太人他们被关在这里，等于说就有点类似集中营，但就是他们的隔离的一个地方。对，那有时候你在华沙走在路上，地上也会出现以前隔离区或是那个犹太人的边界，就是说犹太人以前被限制不能超出这个范围。那现在回到华沙中央车站前面，这边中央车站它的对面就是科学文化宫。这栋楼是在1955年的时候，史达林代表苏联送给波兰的。但其实后来这栋大楼有蛮多的争议，有些人认为它的外观还有它背后的意义跟波兰格格不入，所以一直以来都有当地人希望这栋能够被拆除。那不过当然现在在这边，其实它非常漂亮。欧洲的建筑物大部分夜景都是暖色系的白炽灯打出来的光为主，这栋比较特别，它是紫色的光。好，现在再回到老城区这边走一走，这边的商店、小吃、餐厅都开到很晚，大概有些开到12点，甚至开到凌晨1点。波兰人习惯不太像西欧人，比较像亚洲人一样，早上的时候几乎这边都没有人，然后晚上这边非常多人。然后现在广场这边好像有什么挑战，吊单杠的挑战，说可以赢得200块兹兰提，就是波兰的币。好，那我可能还会再找一家传统波兰美食，再喝一碗波兰黑麦酸汤。好，现在来到这家也是传统的波兰美食餐厅。那因为现在已经晚上11点了，整条街都是一堆人在用餐，那所以我就只点了波兰黑麦酸汤，然后一杯饮料。酸汤它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不是摆在面包里面，它是放在碗里面，然后在砧板上还有其他的，像是一根香肠、一些面包，另外一个看起来像是鸡蛋，涂了一点他们特别的酱料。它是酸汤，跟中午的其实差不了太多，这一家的稍微再浓一点点，尤其是它的蘑菇的味道非常香，或许我觉得它比中午的还要再酸一点点，我很喜欢这种酸的味道。它在这个看起来像鸡蛋上面有葱，来尝一口看看，它吃起来有一点点微微 wasabi 的味道，然后还有一点生鱼片会配的萝卜丝的味道，它应该有加蒜头，就有那种扑鼻而来的味道，就是蒜头跟接近一种 wasabi 的味道。我相信它应该不是用 wasabi， 但是那个味道很类似。它这个也是连锁店，在老城区，在这边老城区外，然后还有华沙火车站附近都有看到好几家。那像在这一家的话，它的风格比较有点现代跟复古的融合版，室内的装饰比较现代化的咖啡馆这种感觉，而他们所使用的厨具放盐或是胡椒的这种，还有他们用的桌巾跟他们用的这些餐具，又比较复古风的感觉，所以是新旧的融合。Krakow 它是波兰的第二大城，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广场，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做《辛德勒名单》。